看这个介绍好看哦，新北市政府现在推出专属的新北市大玩家 APP， 提供民众下载，里面的整理的结合包括了这个15大观光商圈上千家的这个店家的资讯，通通都有，想要吃什么玩什么了，一举搞定。各种特价资讯以后不用出门也能知道，新北市推出 APP 软体，只要下载新北大玩家，15大观光商圈上千家店家资讯让你一机在手，通通掌握。来到新庄庙街，你只要透过新北市府推出的 APP 软体往里头一看，里头呢好吃好玩资讯通通都有，今日有什么优惠还会发简讯通知你哦。只要一靠近指定商圈，立刻就会收到优惠通知简讯。知名老字号糕饼店，七光饼3包100，新庄糕买5送1，走一趟传统嫁妆行，全面95折。有了 APP， 不错过任何优惠。他们会愿意提供他们相关的一些产品的一个资讯，或者说他们店里一些历史的一个内容，那提供给我们，那我们会把它放在这个 APP 里面，那我们也不定期的更新。那如果说有相关的活动讯息啊，也可以透过我们的系统能够发送给消费者，人家会比较会知道过来，而且他这个活动会办得非常的成功。新北市府筹备3个月，花费不到100万，设计出这套新款 APP， 推广观光，结合时尚最夯的手机定位趋势，抢攻年轻族群。中央新闻国小刘小琪，新北市报道。